我们要给大哥打电话了，尝试一下，玩一个有趣的。OK。我也不接吧，你大哥不接你电话，你再打一个，打一个。哎，大哥，你干嘛呢？你还没睡啊？晚上睡了，几点了？知道吗？咋的？什么时候你还没睡啊？你问我这个？哦，什么时候来杭州啊？我后天中午吧。他俩走了。我早点去，不是下午跟人约的事儿吗？你干啥呢？喂？哦，等你来了，带我们一块打篮球。爸。和你们。你干嘛？你中考人了？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玩一个戴耳机，这个跟你打电话的挑战游戏。反正你们也知道我不睡觉。没有，没有，后边见，哥啊，后边见。拜拜。